还是先过意思是感觉讲处理这无需要遐久的时间，哦，可能差不多十分钟左右，阮就会当消化这个金纸。啊，假使若是的话，啊，请阮一个前辈指示。前辈，啊，前辈，好，拿起来。好，你可以起来了。那这样子，仙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大概差不多十分钟左右，那就可以烧纸钱，让那个仙姑安排给其他的这些可能附近好兄弟、好姐妹这样子。来，那已经过了差不多10至15分了，我们就问一下仙姑，看看是不是已经处理好了。水老仙姑，假使讲阮这个兄弟的这个代志吼，啊，仙姑已经处理了完满了吼，啊，阮会当消化这个金纸，若是会使的话，给我一个神杯指示啊。宝贝，来，我讲嘛。仙姑的意思是讲还袂处理好吗？也是讲爱搁小可等一下，啊，假使若是的话，给我一个神杯指示啊。神杯，咱就是迈开。安尼，神姑的意思是，阮搁等一下啊，啊，再来甲神姑问吼，安尼，阮就先搁边啊等一下。丸子，你这个事情不好处理耶。你这个事情这样不好处理，因为一开始说10分、15分左右嘛，那结果现在问又还没处理好，可能仙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状况，因为我们刚才后来也补了2份纸钱在这边，哦，那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旁边再等一下。我再看一下。嗯，那个仙姑既然肯帮我，嗯，好，我要跟仙姑说一声谢谢。嗯，无啊，啊，重点是，你等下，咱烧完金纸，你搁甲讲啊。啊哈。啊，无你头拄已经甲讲啊，你即摆搁甲讲，拢乱去。啊，安尼着这先放下，等下爱搁补啊。无啊，先放下倒啊。哦。等下爱搁补一盖，甲咱烧金纸。好，那又过了一下子，我们再来问一次。歹势，这水老仙姑啊，假使讲我已经连续等两届啊，啊，这届仙姑已经处理了有完满啊，还会当消化金纸，请给我一个神杯指示。笑，请问仙姑笑的意思是讲，代志处理了有圆满吼，啊欢喜安尼。假使若是的话，啊，阮会当烧金纸，啊，给我一个神杯指示。又笑，又笑，哦，仙姑欢喜哦。啊，仙姑呢连续两个笑杯，感觉起来应该是有欢喜，可能今日阮只有兄弟带来的这奖品，你嘛有介意？停车走。无紧啊。啊，我有听车有声音啊。哦。啊，假使讲仙姑安尼有欢喜，今日阮只有兄弟准备这奖品来，有介意啊用会着？啊，即摆代志处理完啊。我们可以消化金纸的话，请阮一个神杯指示就好知。神杯，来这边。OK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准备去烧纸钱。来。
来走。那这个名字我拿吧。没有，我们只有这两份，好，那是别人的。好，那可能白天有人来拜拜。走。风哎，哦，第二单，嗯，没关系，先把事情都处理好。来，莫德啊，好，事情有处理圆满最重要。嗯，之后就。尽量不要再跑一些类似像这样子的庙，不是说不好，只是说有时候这样子的庙附近也会聚集其他的。那你如果体质比较敏感的人，或者是说最近运势本身就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就会把东西带回家了。你看你宝贝问第一次，神哥就说你有被东西跟回家了。是那是说我在医院的时候被跟回去吧，其实可能都有。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假贺道小伯啊，就是一个跟，然后就其他也跟着跟。因为我算命，我去算命过，说我的体质啊，因为我是人个性比较善良啊，所以很多好像就是想找一个福报比较多的，那投胎会比较好投胎。嗯，你有去算命这样子讲？嗯，了解。你说抓交替的，但抓好一点的，有福报。还是要脚踏实地啊。嗯。偏财这样子求也不是办法。好，那我们要离开了，来把电都拔掉。原本我们来都已经关掉，我们就把它。啊，东西要移到那边嘛。没关系，先放这样子。原本我们刚才来的时候是只有开这一个灯，那我们就是恢复到原本。那事情就处理好了，回去就不用想太多了。啊好，啊，行吧。